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股神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全新的电梯华夏。这间电梯华夏位在树林区甘源街。我们这间电梯华夏的社区名称叫做汇川泉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。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全新的电梯华夏。这间全新的电梯华夏位在于树林区甘源街。我们这间电梯华夏社区名称叫做汇川泉。目前全幢将近22坪。格局是两房两厅一卫两个阳台。目前我们这间报价738万，换算成一坪单价只有35万多，价钱非常的便宜，低总价低单价，而且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近树林，近新庄，近土城，而且近三峡，交通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本身就是住在附近，正在找新的物件，这间电梯华夏你们可以纳入考量。格局非常的方正，采光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又是新的物件，屋龄只有4个多月，总价又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想要看现场，欢迎你们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。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阳台，主卧室的阳台空间使用上非常的大。如果你们本身喜欢新的物件，这间新成屋大两房，你们可以纳入考量，价钱非常的便宜，总价只有738万，格局非常的方正。而且交通上真的也是非常的近，近土城，近三峡，近树林，近新庄，交通上面地点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欢迎你们现在就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，欢迎你们现在就打电话跟我联络，因为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
也希望你们不要再错过，喜欢看的就想快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古城房屋阿德，欢迎你们电话预约看屋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随时来电。我们这边的社区一层两户，非常的单纯，户数非常的少，总楼高只有5层楼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卫浴，我们的卫浴也有对外窗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非常的流通，不会有潮湿的问题。如果你们本身很在意厕所有没有对外窗，这间非常的适合，因为空气非常的流通，不用再加装抽风机，而且不用担心有潮湿的问题。接下来我再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。我们厨房空间非常的大，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小，刚刚好够用。由于我们是两房的格局，这间房子将近22平，使用上来坪数非常的够用。这边是我们后阳台，我们后阳台跟厨房是同一个位置。这边是我们摆放洗衣机的位置，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小，刚刚好够用。再来为你们介绍厨房。我们的厨房跟阳台是连在一起，空间上使用上刚刚好，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适合小家庭使用。这间是两房的格局，两房两厅一卫，两个阳台，全幢将近22平，目前报价只有738万，价钱非常的便宜，而且又是一个很新的物件，屋龄只有4个多月，非常的划算。如果你们对这间房子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马上就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。由于楼下有住户在搬迁施工，所以声音有稍微大声一点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谅解。在这边跟你们特别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间
电梯滑下有特别的设计，就是我们的玄关，玄关的位置在这边，可以摆放鞋柜跟置物柜。玄关这边有一个门，跟我们室内的门是分开的，所以是双重隔音。设计的非常的恰当，如果你们对这个设计有兴趣，而且可以接受，欢迎你们大家马上就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。因为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，尤其是这种新城屋，买的人特别多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谅解，也希望你们手脚要快一点，因为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因为买方真的是太多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的这间电梯华夏大两房，这间电梯华夏大两房是全新的物件，屋龄只有四个多月，社区名称叫做汇川泉，位在树林区甘源街。我们这间电梯华夏目前全幢将近22平，格局是两房两厅一卫两个阳台，目前报价是738万，价钱非常的便宜，换算成一平单价只有35万多，是一个非常适合购买的物件。如果你们本身就住在附近，想要买新房子或者是要换新屋，这间你们可以纳入考量。虽然只有两房，但格局非常的漂亮，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厕所也有对外窗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，价钱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对这间房子有任何兴趣或者是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马上就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或者是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任何问题，或者是带你们来参观现场。我负责的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子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找我服务，我很认真很负责，一定做到你们大家都满意。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现在就打电话跟我联络。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结束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就打电话跟我联络。谢谢你们大家。